食嘅咧哈。那各位乡亲非常的关心我们这次抽签活动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巨客资讯有限公司代表潘垂煌处长为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本次抽签的一个进行方式。我们抢判处长哈，那台下神命哈，两百天哦，到底用班用班咧食嘅，等下用因赶出来，好了十四万三。大家好，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抽奖系统。我们今天的抽奖系统是采用 Java SE8 的一个 random 的一个演算法。演算法，为什么用这个演算法啊？我们台湾彩券 Bingo Bingo， 还有各国的奇诺彩票也都是用这种机制。啊，这个机制的好处就是说在公平性上面呢，每个人都有机会被抽中，那每个人也无法预期说谁会被抽中啊。就公正性而言，我们的抽奖按钮一旦启动，我们的演算法开始运作就无法被干扰了啊。我们公司也针对这个抽奖的系统有进行10000次的一个测试啊，也针对这10000次的测试结果去做一个分析。分析的结果每一个正号啊都符合统计学的一个常态分配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抽奖中奖机会都是一样的。谢谢。谢谢潘处长。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抽签系统呢，是每个号码选项都有机会被选抽出来，就是说大家的几率人人都是均等的，每任何一个人呢都不可能预测跟影响我们电脑随机抽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填脑的设计呢，等下十四万三会填脑七个会吐出来，好，吐出来了十四万三的幸运观众朋友。来，接下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为了慎重起见哦，客委会一大早由产经处、中规处、资讯科科长以及政风处主任以及共同来检视我们在迷风在信封袋里的资料了。我们请工作人员把今天的一个358万多万笔的一个资料呢，做一个展现。来，政风主任，请检视一下信封袋是不是迷风。好，你主任哈，看那你资料很密封哎，啊，主任请咱打开来，拿资料拿出来，本安你的资讯的团队，让你参加你的资料哈，出到我们电脑里面去。好，我们请政风主任，好，移驾到我们的资讯团队，然后监看，全程监看这358万多万笔的一个资料，能够顺利的储存到我们电脑里。好，在资料在汇入我们电脑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因为资料非常非常的庞大啊，350多万笔。那我们在此，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一个抽奖主持人钟副主委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说说看我们这次客委会办这次个抽奖活动的一个精神以及作业的一个方式。来，钟副主委，请。好，谢谢主持人啊，同埋伊讲个汇率强，啊，今日我个公司也强。我用四线枪讲，他刚刚他是用海陆，包括我现在在换算成国语，互相交叉，让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一次的抽签过程当中，虽然在第二阶段我们发生了一些塞车，因为爆量，也因为如此，我们及时做改进，也特别要感谢统风主语叶真宇。也天数帮忙啊，帮阿人顺利来解决阿人技术性的问题来克服。对于一百中奖呢，有358万三哦，358万来参与我们第二次的一个抽奖活动。那这抽奖的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延长了两天，这两天最主要是我们觉得说，这么多全国这么多的踊跃。如果是我们系统上它确实是因为爆量的塞车而造成民众的不便，也为了表现我们客委会的一个诚意，对我们特别原来的日期特别延长了两天，在这边一并跟各位做说明，也就是我们今天中午12点正式抽签。我们也秉持着刚刚陈商所提到的，我们除了唐凤主委的一个协助之外，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 LINE 的平台的服务厂商，
包括我们这些的团队，大家共同的努力啊，大家共同的努力达标啊，终于能够给民意生生息息了哈。啊，底下嘉宾这边作为的说明，在这边特别做一个过程上的一个程序上跟各位做一个说明，也特别感谢我们全国的民众。第二个就是我们除了延长两天之外啊，我们也取消了异地消费啊。为什么取消异地消费？因为已经达到了我们政策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效果，我们也内部赶快紧急做讨论，也决定取消我们的异地消费。只要各位拿到我们的消费券，到我们70个客家庄，到我们的客家庄去做我们的消费，来振兴我们客家的一些的产业，而且一个配合行政院相关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振兴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两波，第一波是对于家庭啊，第二波就是一般全国的民众朋友啊。没有想到第二波特别踊跃，最后还是要欢迎大家来到客家庄来吃来聊来搞来旅游。好，谢谢我们的周副主委。周副主委，你跟我们大家透露一下，如果我们达到800块，好幸运的一个民众跟朋友乡亲朋友，哎，你客家庄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客家庄其实可以了，可以是在地方改造啊，可能大家更加讲啊慢步啊，其实来到客家庄不会记不到，客家庄本身但是是的，来到客家庄啊是客家庄的料理。客家庄的料理跟南部的客家庄跟北部的客家庄啊又有差别，所以个米食也无重要。所以你去到南部的绿队啊，去到南端桃园也好啊，去到新竹也好，去到苗栗也好，去到台中东势也好，我发现到客家庄原来有按生存的文化源代，原来客家庄有包含到按道的，不管吃的也好，尤其国民党的说啊，客家有客家味道，我们讲客家有客家味道，你要买电炉，你要买礼物，小礼物也每个的客庄都有它的特色，都有它的特点。例如你讲到巧克力，你会想到哪里？你不会想到瑞士，你不会想到比利时，你会想到我们内部的可可啊，你会想到我们内部的巧克力是拿到全世界第一名。对，来到客家庄，你会发现，从8月1号开始启用，到10月底，每个客家庄都有。那现在呢，我要跟各位特别介绍，苗栗也有啊。苗栗现在你要去买小礼物，我们也有红枣，我们也有水梨，都非常好吃。你到9月份的时候，你到新竹有狮子饼，所以去到每一个点。去到每个桃园老街，你又会发现到无穷样的东西，无穷样的产品。最主要来客家庄的消费，最主要到客家庄游玩，不只有吃有玩有喝，也欢迎大家到客家庄来啊，吃客家庄，聊客家庄，欢迎大家来聊客家庄，多谢大家。哦，新蒙我们的周副主委。那刚刚的钟副主委帮我们那么仔细的介绍客庄好吃好玩的同时呢，这358万多万笔的资料呢，已经顺利的汇入我们电脑了哈。听完呢，副主委让台下讲话，客家庄好吃好聊，诶，同时填脑资料，全串好嘞哈。那我们现在要请钟副主委的金手指哦，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抽出14万最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请钟副主委准备喽，好。好，我们现场民众，我们大家一起高喊，好不好？我爱客家，我最浪漫。我爱客家，我最浪漫。客庄 go go go！ 好，在系统演算的同时呢，哎，我们大家看一下哦，因为要从358万5310多万笔的资料里面，要幸运的抽出14万的一个幸运得主，所以在圆圈圈转动的同时，就是电脑资料，就刚刚潘处长的说明，在乱数的一个演算当中。
那待会呢，幸运的民众出炉之后呢，会在我们左上角这个恭喜您以下中奖这个标示里面，会卷动式的呈现哈14万笔的名单。好，大家有没有看见？热情的鼓励一下。好，14万幸运的民众朋友乡亲已经显出来了，天挪头出来了哈。我们第二阶段客庄游的一个抽奖活动，14万笔的一个幸运朋友已经选出来了，头出来了，天挪头出来了哈。哦，真是真开心哦！感谢中副主委，我们已经幸运的抽出14万的一个幸运的一个朋友。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抽奖的一个主持人中副主委，以及我们的政风室黄主任，他是我们这次抽奖活动的一个公证人，一起来在我们这个抽签结果的表单上做一个验证跟签名。恩强中府主委，让你汪主任哈，让你子手签的结果哈，来做只证明，来签名一下。好，我们请抽签主持人金手指中府主委为我们见证。好。好，那我们让媒体朋友来取个镜头，我们把这个见证单呈现出来，来一起拍照合影。好，恭喜我们14万的幸运朋友，恭喜14万3哈，两百你抽签的结果哈，7月29下午5点哦，我开始来通知台企噶哈，两道你来提醒大家哦，恁上班条件嘛哈，两百你有设计哈，希望俩14万3走的分流来查询，我们整个领券的时间大家不要急，在7月29到12月31号。就是新年29见面啊，到新年的30号圈都在亮哈，连14万3，连88K圈走的亮，甚至说因为是黑状，一些涨停落去了亮没走的哈，因为连88K 很热签哈，你总就是懂你天罗地北独嘞哈，都我穿懂你手机，然后这边放送说明一下，7月29号5点到晚上9点，身份证证号尾数123的一个中奖朋友可以来做查询。那7点到晚上9点，证号尾数456的朋友可以欢迎做查询，以及9点以后证号尾数7890的朋友可以来做票券的一个索取。那最重要的是7月30号以后，天天都可以领奖。7月30号之后哈，你14万3，台下当一圈走的亮奖哈。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就是今天下午5点前，我们主办单位呢会陆陆续续把中奖人的一个简讯验证码会传到你的手机，那大家看一下我们客委会发出认证码的部分的一个标示啊。那并且我们已经在165啊那个防诈骗的专线也做了一个登录了，请所有的民众安心。那再来这边呼吁大家，7月29哈，7点就给你按不啦，7点之后呢，哎，你有5个管道走的差都给你抽签的结果，哈，无论是有抽到、没抽到的两种哈，还有向亲串到的差，那我们这个我们的推荐前3名比较好查，网域比较通畅的地方是我们浪漫客庄游活动官网。还有我们原来你们登录进来369客庄游 LINE@ 的官方账号里面，那以及我们最有人气的客委会跟浪漫客庄游的 FB 粉丝页都可以来做查询。好，那最后我们请今天这么辛苦参与的所有工作人员到我们台前来。